而这位是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江安荣，因为呢在网络上自拍学中文心得爆红，现在则是进一步要教大家正确的英文单字念法。原来一些常见的英文字正确发音可能超乎你的想象。大家好，今仔日咱来开讲，讲一个发音的问题。从哈佛来台大念书，江安荣自拍影片分享哪些中文最难念？比如说江跟张，上跟下，居跟猪，还有钱跟权。除了中文好难，江安荣也要为您解惑哪些英文单字常被念错。我是念 Costco， 是好像是应该是 Costco 吧。Costco WiFi。 可是你知道吗，法国人都习惯发 WiFi。 IKEA IKEA IKEA。 珍贵英文念给你听，但其实江安荣学中文一开始也吃足苦头啊。你们发外来语的时候不要想太多，你想怎么发就怎么发吧，反正大家听得懂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学语言最重要是自信，小小 paper 记住了吗？记者综合报道。